猴子先生，你知道我们等一下进行什么表演吗？我不知道耶，不过等一下大南国小安静分校的同学要告诉我们哦。好，让我们先来看他们的练习 VCR。Let's go！小安静分校是一所迷你的三十人小学，从市区出发得花上一个小时的车程。一所只有三十名小学的迷你小学，竟有半数学童参与皮影戏团的训练与演出。16年来，安静国小皮影戏师生南征北讨，夺下无数全国赛事的特优奖项。去压着动作，感觉上你可以先讲的，我插你眼了，嗯，收到，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还没抬低哦，哈哈。救命哦！救命哦！像是上帝话救命！哎呦，好心的小朋友啊！我是可怜的小野狼，无设计摔落陷阱落啊！敢袂用请你甲我斗三工，甲我救出去？啊！大野狼，你是歹人 ！Oh no！ 你误会啊啦，那是大野狼才是歹人，我是小野狼。是一个忠厚老实、热心助人的好人啦。哥，哎呦，丁老师敢无甲你教？爱说好话，做好事，存好心。啊，你真正不是歹人哦。我当然不是歹人啊。歹势，我无够力，我去叫大宝来斗三工。大宝。有人摔落陷阱落，咱做伊家救起来。有影，好，咱做伙救。大宝来哦，我要救哦。一二三，我。哎呦呀，我的脚疼啊！拍死，搁一摆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哦，真多谢您哦。恁这两只白泡泡，佮幼咪咪的小肥羊，喂，二宝，
伊是小野狼，大野狼则是歹人，对唔对？小野狼先生，对对对。不过恁拄只跳伫狗仔油甲滚滚滚，搁我摔落去，我的脚床即马搁伫疼，所以我要吃掉你们！哈哈哈哈哈！歹人，你是可恶啊！好厉害！拢莫吵！我头大，哪像听到？大野狼先生，你讲你摔落陷阱内，然后予大宝、二宝救起来，搁挑剔予你摔去，是无？对啊。那真正呢，就是因为唔对，该罚该罚。但是我认为这空只说的，看戴人先生你这款体格，应该写袂落会较对，是毋是？你故意眯落下面，然后予大宝、二宝犯错。Oh no！我绝对唔是种人啦！好，为着要证明我是真正笑落去的，我搁笑一届予恁看，我真正会用笑落去。恁都爱予我食掉这两个歹囡仔哦！当然，当然。好，恁看好哦，我来啊！哎呦呀，恁看我即摆真正笑落哈！哇！亲爱的大野狼先生，你真正有够厉害！我今嘛决定要予你家己飞出来，飞出来！哈哈哈！啊，救命！谢谢观察，就好，就好，就好。老师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学校的皮影戏的这个社团啊？很精彩耶！谢谢谢谢。说起我们这个学校，说大非常的大，因为整座山都是我们的；说小非常的小，因为我们全校目前整个分校才25个小朋友。25个？那你今天来了几个？我们今天来了17、18位，所以我们是全校动员了。全校动员了，而且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名字，我们的学生非常的安静，因为我们叫做安静分校。好，那我们学校有一个很特殊的方法，他们是学徒制，就是每一个学长负责把他的毕生所学完整的找到一个徒弟，把他传授给学弟，所以在我们学校，这个是薪火相传的一个工作。而且很特别的是，因为我们的剧本都是自行产制，所以我们会针对我们的学生，按他们的才质、按他们的特色来写剧本，所以每一年的剧本都不一样。我们会按照我们今天有多少素材，来制作多少成品。哦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觉得这个文化跟语言的东西就需要大家这样传承下去。那既然他们带来了这个皮影戏的演出嘛，比较是传统的，那是不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下一段的表演？好，看看下一段要带来什么样的创意演出呢？好，那下一段就请各位拭目以待，我们将以真人的情况接续我们这一部戏的后半段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有教养的孩子，走路这款架势，敢会看口实？妈，我是为着要出去找物件给你吃，才会使甲脚床真歪歪。